salted egg yolk chips。基本上、哦、它是这个、用咸蛋黄来做的咯，然后它这个是薯片，特别一下啦。刚才我刚刚开它的包装、哦、我一开，哇，就有那个咸蛋味涌出来。那现在我们来尝尝看它的味道吧。它有一点点的咖喱菜菜吧，咖喱叶。好吃的嘞，不错。它吃起来的味道有一点点像我们去每次去那个中餐菜馆的那个奶油咸蛋虾或奶油咸蛋螃蟹的味道，真的不错，好吃。好吃好吃。这里哦，它还有警告啊、哦。小心啊，会严重上瘾呢。给我是会咯，可能我觉得 一包可能不够我吃一个下午来看一部戏了。好吃好吃，你们真的可以去尝试。一包的分量倒出来大概有这样多啦，看得到吗？然后如果用一个 gram 来量的话，它是120 gram，不错，好吃。我专门选很多咸蛋的来吃。记得吃了它，记得要多喝水啊、哦。它不会太咸，不会太咸，我觉得味道刚刚好了。今天的这个开箱就暂时到这里吧，让我继续享用我的咸蛋片。好啦，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喽。